大陆神舟十七号载人火箭在2023年10月26日顺利升空，预计于2024年4月返回大陆。太空员们在繁忙工作之余，也不忘重视个人卫生，在太空舱内展现了如何在无重力环境下理发与洗头的技巧。iPhone 宁静海这样，我靠！